罗平时这么抠，破袜子缝了十几次都舍不得扔，今天怎么愿意给我们买饮料了？肯定有猫腻。哎呦我去！谢谢戴罗叔叔。客气，你们多喝点新口味。我喝完怎么晕晕乎乎的？我有点站不稳。真是三个莽夫，变成卡牌，我看你们还怎么打怪兽。哎，大婶，你怎么没倒？哼，早就知道你有问题，刚才假装喝饮料，就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说，到底是谁？鱼头怪。没想到我的计谋被你这个地球人识破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亮明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小乔人是你们怪兽的通病吗？现在就让你看看魔刀千刃的厉害。魔刀千刃？那不是早就失传能毁天灭地的神器吗？你怎么会有？我手工大神，什么做不出来？接招吧！不经打的怪兽，不过怎么样才能让奥夫一家人恢复真身呢？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，评论告诉我，救救奥夫一家人吧。点击下方抖来视频关注一下呗。